众所周知，黑蜘蛛比红蜘蛛上线晚了一年多的时间，那么这两代在细节上究竟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是季节从夏季变换到了冬季，中央公园的湖面也就跟着结冰，所以迈尔斯的市民就多了两项冰雪运动，一项是滑冰，一项是冰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意大利的菲斯克大厦从建筑工地演变成了完整的大楼，看来就算菲斯克进了监狱，他的产业也依旧没有被叫停，金大王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啊。毕竟是冬天，降水从下雨变成了下雪，迈尔斯的居民雨天会打伞。可一代的市民直接淋雨走路，难道自由城的优良传统都忘了吗？而且所有路边停放的车辆都一尘不染，这一点在迈尔斯里得到了改善。可惜的是，这两代蜘蛛侠车辆雨刮都是摆设，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。除了城市和居民，两代蜘蛛侠自身的区别也非常明显。比如在空中按住特技键不松手，落地时迈尔斯会重重的摔在地上。反观彼得在做特技时从来不会出现失误，永远成功落地。剩下的是两代共有的细节补充，路边的垃圾桶在被旋转打翻后，里边的垃圾真的会掉落，扔到玻璃上虽然不会整片击碎，但确实出现了裂纹。如果将井盖扔掉，会发现里面还有一层保护网，这样就避免了路人不小心掉下去，方便了市民也方便了蜘蛛侠。